欢迎收看 Yabzi 新推荐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CW， 今天要来推荐的是我的歌单。启蒙我的饶舌歌手的话，正确的来讲应该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，那首歌叫做 Jam， 就是里面是有Hip Hop 的类型的歌，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歌的类型叫做 Hip Hop。重点是这个歌同时间有 Michael Jackson 还有 Michael Jordan。很有趣的是 ，Michael Jackson 教 Jordan 跳舞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去搜寻，那个歌超帅。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会听的歌应该是 Notorious B.I.G 的 Hypnotize。心情不好，我就会想要听到他的声音。我把他当偶像，神一样的人物。很多人都喜欢 Tupac， 但是我喜欢 Biggie 他是最屌的，很 OG 东岸的 rapper， 胖胖的，然后已经过世。回想17岁最有印象的一首歌，应该是 J-Chow 周杰伦的《忍者》。我那时候是住在学校，我是住宿生，然后学长会放他的歌给我们听，然后我听到一首，我以为是英文，结果那首歌是中文，就是周杰伦的《忍者》，超屌。刚刚在听的话，应该是 Ty Dolla $ign 跟 YG 的那首歌，叫做 X E X X。因为我本身很喜欢 Ty Dolla $ign， 他就是现在西岸最会唱副歌，就是 Ty Dolla $ign， 很多 beat hook 都是 Ty Dolla $ign 唱的。然后很有趣的是，他是一首比较对我来说吧，有点像是情歌的类型，可是他找了 YG 超 gang，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做一首歌，就是在讲一些女生的事情。然后那首歌的旋律跟 hook 非常好听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 YouTube 去搜寻 Ty Dolla $ign， 然后还有 YG X。我去 KTV 的话，必点的一定是周杰伦的《安静》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，安静的，久久的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？OK， 我最近洗澡的话都会唱自己的歌，唱 Jiggy， 对。Double top drain zone， see me now， kiss 他们。Jiggy Jigg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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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iggy， what？ Double top drain zone， see me now， kiss 他们。Jiggy Jigg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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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iggy。哦，这是我最近发行的一个新单曲，也是我在混血儿跟环球音乐一起联合打造的一个新单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Jiggy Jiggy Jiggy Jiggy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 Yabzi 新推荐，然后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